般的布料呢，抗菌防臭呢，吸湿排汗，这个跟这个 NTUV 已经是一个基本功能。今年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技术，我们把 NTIR 跟 KeepIR 就是吸红外线跟抗红外线呢，把它加在衣服的纱线里面，所以呢，这个 KeepIR 呢可以使用在冬天，那么 NTIR 呢使用在夏天，那么 KeepIR 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让穿着的人衣服升高温度呢5到10度，那么 NTIR 呢穿着之后呢，可以让人体的温度呢降低3到5度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新制作的一种纱呢，它就是可以抗这个 antifungal， 对，可以抗霉菌跟癣菌，所以我们应用在袜子上面呢，可以来克服一般人所谓的香港脚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净水器的设备呢，它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说呢，它可以把水中除了一般的细菌啊、氯啊，所有的这些都滤除之外，最重要它可以滤除水中的环境荷尔蒙，叫做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， 它是一种特殊的毒素呢，那么已经被联合国列为全世界三大毒素。另外呢，今年呢，我们有一个新的技术，就是所谓的这个它 nano coating， 就是呢，一般我们洗车完之后打蜡完之后呢，我们喷上我们这一瓶东西呢，可以让汽车的蜡维持一年不用再打蜡，而且呢可以防刮到 2H 的硬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先进的这个产品啊。那么对于汽车的保护呢，而且可以省水省清洁剂，这是一个很新的产品。另外最后一个我讲到这台小东西哈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芳香剂，不是这个样子，它是把这一瓶东西倒入5个小瓶盖，那么可以把我们油漆的这个所散发的这个甲醛、甲苯这个 formaldehyde 这种有机溶剂挥发物呢，把它吸收掉，所以呢，吸收能力非常强，3天之内可以让一个10瓶大的油漆的房间的油漆呢，完全都不见了。那么这一瓶东西呢，大概长这个样子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是呢，我要今天要讲的大概5项比较新的技术。好，谢谢。这一个技术呢，大部分哈95%以上都是从这个台湾的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呢一起技术合作，那么再从工研院呢把这个技术呢转移到我们公司来。那么工研院是属于台湾算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了。那么这个技术性的来源呢非常的完整，而且非常的正确。那么透过供应链来的技术呢，我们也都有申请到很多专利，包括安全性的认证、环保认证呢，一样都不缺，所以是一个可以讲这些技术是很完整的。好，谢谢。